伊娶细姨，伊将所有的关怀拢予伊，伊连一点点仔同情伊都无留予我。我当然会气笑，会抓狂，会怨恨，我更加想要报仇。也毋过这种怨、这种恨、这种痛、这种苦，我是吞了偌济，你想偌济，你敢袂知？你敢袂了解？你妈妈阿美华，伊干那是因为黄冰春，伊甲迄个林阿娜这短短几工男女关系，伊都抓咧挡袂牢，想要抓狂，想要自杀。啊我呢？我已经忍受几啊十年安尼，敢讲我无资格当来听我家己讲话？有资格的人来抗议，会当替我家己来抱不平。人咧讲这礼义廉耻内底的礼，都是爱有礼貌的礼，都是爱尊敬师大啦。我敢甲全世界讲，你黄志忠是全台湾最唔捌礼数的后生啦。现在你硬讲我无礼貌啦，啊！不过伫我目睭内啊，你礼义廉耻四字你拢无啦。你要安怎讲就安怎讲，为滴啦，一个杀人凶手。咱也袂去计较伊是毋是我偷过物件啦。我无咧伊连听，这拢跟你唔搞的啦。当初是超人发生危机，迄是我老友英有情有义，提钱出来甲恁解决的。啊，若无要今仔日的超人王国啊，结果呢，卡将大细吧，处处咧打我一个光明正大，我唔搞大门也娶你卖大宝。处处咧维护咧恩恩爷爷，我后壁唔选你来说。哼，人咧讲这礼义廉耻的义，都是道义的义，都是有情有义啦。我讲你阿妈是一个唔知影情义的时代啦。明明就是你唔对，你讲敢怪阿妈，我敢将所有错误怪去阿妈身上。你还有一个咧啦，就是你老母阿美华啦。伊是虾米款的出身，我相信你比任何人搁较清楚，无需要我甲你介绍。若是讲伊无亲爸。安尼对伊太过客气啊啦！人咧讲，这礼义廉耻内底的廉，都是清廉的廉，就是爱清清白白、清清气气。唔是对，你听好清楚，你妈妈洪丽华是一个完全无廉洁、无清气的查某啦！你莫想过我老爷爷！你到底想要一项？都是你老爸洪炳春啦！伊一摆搁一摆，犯到天家的查甫人拢会犯的错误，煞唔知影通悔改，还叫做未见未笑啦！我看伊字典内底兼一个字啦，就是铁，无铁的铁啦。所以我讲伊是一个哦，完全唔知见晓的偷鸡啦。所以讲这无铁伊连铁哦，这是你，唔是我啦。我踮来这个无铁无义、无铁无铁的厝内，我受尽委屈，甲无公平的对待。你若是听了我的立场想看卖，你就当知影讲，其实上可怜、上悲的人是我。哈，可怜。人伫咧讲啦，一个可怜的人一定有可恨之处，一个可恨的人嘛一定有可怜的所在。好啦，你才将你心肝内话全部讲出，我才来看你这个人有偌可怜，有偌委屈啦。恁可能拢认为讲，我怀着志龙嫁来冤家，是一件不可原谅、完全欺骗的行为，对？这就好参照一加一等于二。日头对东边起来，西边落去的道理同款，这有什么好讨论？也不过你敢知影？我怀着志龙嫁入万五家这件代志，黄炳春伊自头至尾拢知。也不过伊是为了阮后头厝的钱，伊想讲要摕这钱来周转，来挽救用要倒去的超人，所以伊才无计较来撮我。迄当阵我就甲我家己讲，我要好好照顾这个家庭，好好爱这个红色。所以我有信的这个代志，我完全拢无误会，我嘛无欺骗伊。所以你意思是讲，你是金钱婚姻的牺牲者？当然。黄炳春，伊跟阿美华斗阵，伊是你妈妈吧？人咧讲天下无不是父母，你会徛在伊那边，这我袂怪你。也毋过你嘛爱替我小想一下，我干那是一个查某呢，我嘛爱我的翁婿呢。严哥，我最爱甲别个查某人来攻击我的红色。我哪会娶细姨？伊将所有的关怀拢予伊，
伊连一点点的同情伊都无留予我，我当然会气笑，会抓狂，会怨恨，我更加想要报仇。严过这种怨，这种恨，这种痛，这种苦，我是吞了偌济，你想偌济，你敢会知？你敢会了解？你妈妈阿美华，伊干那是因为黄炳春，伊干了林安娜这短短几工男女关系，伊都离安尼挡袂住，想要抓狂，想要自杀。啊我呢？我已经忍受几啊十年安尼。敢讲我无资格当来听我家己讲话，会有资格的人来抗议，会当替我家己来抱不平。偏偏拢是人，想到我都已经爱忍气吞声，逼气逼顺，随在任何人来侮辱我的人格，糟蹋我的自尊啊！我相信你比任何人拢较了解，你阿妈是安怎处处在疼恁老母。想那处处在维护你，我请问你嘞，我甲阮妻娘，阮的心肝内应该做什么款的感受？敢讲我甲阮妻娘，我就是一种无血无目屎、袂哭袂笑的人？敢讲我就是你误解的人？妻娘，我敢会当请你甲我讲，我甲阮妻娘是啥？我连恁这正港家的人，目睭内，我敢算是一家人？大妈，再问问我，一直拢在讲爸爸无照规矩娶两个某，所造成后遗症。阿哥老实讲啦，你甲黄志龙所做的代志。我赶快报到过来。老老爷，你敢知你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啊？你想要卡条清楚，万一卡长酸三长两短，我甲你两个人的冤仇都砍最后死人去。爸，即马大家心情拢无好，都莫讲我啦。无用的，普通时啊，都是因为我对伊受过吞忍，伊才安尼这么习惯。今仔日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伊。爸，即马阿妈伫咧家有病房，大家都爱心平气和，想看卖刷落来要安怎做。别哭了好不好？我已经听了，我想要跟你说。来人，你好歹别走啊你！爸，刚才我跟大妈说很多话，虽然他们都骂人，骂冤人，没反省自己，但是他说的一些话，我感觉很有道理。老有烟说的话，若是会听的，天下的路安好啦。阿哥爸，大妈伊所讲的话，我真是会用体会。咱查甫人伫外面风尘作义，最后毋但家己受苦，连咱身躯边的人，连咱后一代子孙，嘛爱对咧受苦。这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。是对，爸爸都已经无顾面子来认唔对啊！你都莫阁安尼指责我。爸，我是就事论事，